Hi， 我是阿望啊，是圣公会梁明才的学生。原本今天应该是平凡的一天，但是阿望，我落下楼下拎啲嘢。快啲行啦！那个男仔你认识的，他成日都冇咁嘅。唔知道啊，可能之前见过咧。喂，你又眼金金咁望住人吓？你嗰个我哋校花嚟噶。喂，走咗啦，唔好望啦。喂，唔好望住我，我唔系叫你咁望住我吓。喂，虽然话而家2023年啫，思想开放啲，不过你都唔可以做埋啲咁伤天害理嘅事噶。咪住先，咪住先，同学，你啱啱话2023年，你讲嘅2023年系真系咩意思啊？哇，同学，你都几好笑啊！而家咪2023年咯，21世紀2023年咯，我哋学校嘅50周年啊！吓，我竟然去咗2023年，唔通只表啱啱跌烂咗？哇，仲用陀表咁怀旧啊，都几靓啊！你话你，哇，讲清楚咪几好咯，宝。初嚟报道，多谢 Marco 同学伸出援手。话说啱啱嗰位女同学系，哇 ，Marco， 你记得一阵过嚟帮手整50周年嘅波。唉 ，OK，no problem。原来你系转校生嚟，欢迎嚟到老年场。好啊。喂，唔好再咁望啊！我正喺度噶。不过边个喺度播埋啲咁嘅音乐啊？系，你好啊。喂 ，Stephen， 咁潮啊！系啊。我哋唔好讲咁多，其他你去整波。OK。喂阿望，喂你嚟啱啦，喂一齐又嚟整波啊，喂，系啊，帮手嚟整下先啦。咦，你都嚟咗啊，一齐嚟啊。系喎，点解你突然间转下转过嚟嘅？我觉得我系喺学校可有可无嘅一份子咁咯。咁呢个波就系位于学校50周年校庆而整噶啦。咁50年咧，都系学校行过一条好漫长嘅路啦，亦都系我哋学生嘅一条人生路啦。我亦都透过呢个波去表现出学生同埋学校之间嘅联系，同埋学校对学生嘅象征。但系你咁讲都好抽象啫，无啦啦又象征又联系咁。老实讲啦，日日翻学都系咁啦，我真系唔觉得有咩特别喎。其实唔系咁咯，我。咪住先，咪住先。大家不妨谂下，上堂俾老师嗌中答问题嘅嗰一种紧张，唔知唔觉就会投入咗课堂嘅内容。听到落堂嘅钟声，有几咁想冲出课室门口同同学玩。虽然呢啲片段每日都会发生，但系正正就系呢啲片段，先至代表到我哋同 LMC 之间嘅联系。好，咁我哋而家继续整个波。好。好。OK。估唔到你嚟咗学校冇耐，又讲到唔少感悟出嚟，完全同我想讲系一模一样。咁校园生活系我哋而家经历紧嘅嘢，我认为应该珍惜每一日嘅每分每刻。
同埋你都俾咗好大嘅启发我，我谂我明白啦。你明白就好啦，我带你睇下楼下周围嘅环境。呢个是我哋学校的泳池，听讲之前冇顶噶，而家啲同学得闲都喜意去游下水噶。呢个系 S Cafe， 得闲都可以去坐下啲写意嘅。估唔到十几年后学校会变得咁多，而家泳池有咗个盖，仲有埋新翼添。你介绍咗咁多地方俾我，等我都介绍一个地方俾你啦。喂，你哋去边啊？我要一齐先啦。系咯，点解你又咁样嘅？其实呢度咧系以前我嚟上宗教堂嘅，基本上咧呢啲旧镇化嚟都影响手法。推开呢道门咧，就系、是、以前嘅宗教课室啦。锁住咗喎。老师落紧嚟啊！唔紧要，我可以插电佢。你搞住佢啊！咦，你喺度嘅？啱啱咧有同学啊，收埋啲啊违禁品啊，系啊。咁啊，其实啱啱谂住同搵你噶啦，其实啊。嗯，咁攞出嚟咯。嗱，下不为例啦，我摆校务处先。诶，老师好似走咗咯喎。哇，头先真系好紧张刺激啊！唔知 Mark 而家点样咧？睇下可以冷静下先啦。哇，好靓嘅大海啊！我以前都好似见过，一望无际大海边我都有啦。但系我觉得呢度是特别唔同噶，好似承载住我啲青春。话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我话我系由以前穿越到而家，困住咗喺呢个时空。你觉得我要怎样才可以回去呢？如果真的有这些事发生的话，那一定有些契机的啦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应该就是引路的北极星，带领着你找对方向，打开成功的大门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你已经找到成功的锁匙了。那么离谱的事你都这么认真答，多谢你了。咁创意啲嘢系无限噶嘛，我有时都好中意谂埋晒啲咁不可思议嘅嘢。我发觉我哋两个都几夹啊。嗯，我觉得我哋以后可以继续做朋友啊。哇，头先啊，整整下波抌低我喎，咩事先？系人哋去你又去，嗰啲唔系偷懒咯？记住，下次唔好骚扰佢哋啦！嗱嗱嗱，搭得上嚟天台，仲唔系偷懒？唉，人哋睇风景都咁浪漫，睇唔出噶啦！唉，讲呢啲，唉，个景咁靓，梗系睇多阵先啦。喂，做咩搞我后面啊？你哋两个仲喺度玩？下面锅已经整好啦。个 book 咁靓，帮我哋一齐影张相啦！
一、二。喂，影相啊！哎、我又影埋啦，你影咩啫？不如我帮你哋影翻张相啦。好，唔该晒。咦，又好似影得几唔错喎。嗯，喂，靓真系，嗯。喂 ，Homie， 听日再见啊！我同你讲啊，之后跟住我得噶。唔好意思，我赶车啊，顺便俾埋张相你啊。嗱，多谢。走啦，我都搭车喎，拜拜啊。拜拜。哎，个表又翻喎。啱啱轉下過嚟嘅，就行到宿舍嗰啲大餐廳。